每次切地图的时候，我就要，开一下这个无边框，它切屏不会黑屏的，不然我一切直接黑掉了，两眼一黑。那好像根本没有压制力呀、就这么渴望在虚无中寻找意义吗？炮车，加十二。我操，发力了呀！不用交闪现，他不是必死中的必死吗？我操！我这么大一波线都没有吃，我直接跟你了。兵亏死了，那没办法，我不杀他杀不掉。闪现浪费了，我在意的是不是我兵没吃到？闪现太浪费了，这波我亏麻了，这个闪现。可以省下来的，他怎么又掉下来了？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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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， 打我！妈的，炮车 Q 不到。我是不是该回家了？我得下波线才能到六级啊！这线回家又很亏呀、啊。我操！别杀了！别杀了，住手！
不要再出手了，我害怕。4-0-1全是他杀的，我操！完结是爆炸了，我操，根本打不过。是我意志的一种体现。他这波变小，我要动手了。这样子撞墙，我人傻了，我还想着走过去把果子黑了呢。丢大发了，我操！我操，1v3直接双杀！我操，黑子说话啊！怎么样，我屌不屌啊？别急啊！不知道为什么撞墙，我这贴墙闪好像没有完全贴到墙啊。下波单杀他啊，不要说了不要说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新皮肤吗？啊，果然是。就这么渴望在虚无中寻找意义吗？我说怎么没见过呢？买了个水晶鞋加双刃鞋，我的酷尾 CD 好像还不够啊。
哎呀，怎么没 AQ 出来？猛吃，我操！直接连吃他三个塔皮，我神分一出，他记了呀。妖姬，我给他挂个铺位，他打他也挺难操作的。先回家吧。我感觉可能得下一阵再出真正他的装备，我这个冰心还是得做的。妖姬零杠七了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他是七杠零的。我疯狂发力，我操！我怎么也掉了三个塔皮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进是什么皮肤啊？山海的那个皮肤吧。我感觉他没有我狗头猛，虽然他七杠零，我四杠零，但我觉得我比他猛。但是他现在爆杀我的队友怎么办？那我这拦不住啊，爆痛击我的队友，我的队友已经苦不堪言了。皮痒是不是啊？啊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我全路过。得抓紧给他挂个锁链啊！我操，他这伤害怎么顶得住哦？先出锁链吧，我害怕死了。这是真的，这个。风暴会怜悯被溺死的人吗？他地图放出来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别点球你们了，我操！哥们才刚开始发力呀、啊。真的，马上我就发力了。再等我，等我一下。
玩具追不上，追不上，追不上。遛狗？谁遛我了？哦，你说妖精和凯隐是吧？那我杀痛击他的队友不就完事了？他六我痛击他的队友，赶紧给他挂上，我操，给他链住，把狗链给他拴住。那么狗头挂链子应该叫什么？地图啊 ，OK。就这么破坏，在虚无中寻找一找主人啊！啊，这你来真的。我们不能给对面吧？先点个 Q， 兄弟。一条分岔路，就通往火焰。来一下！哎，你小子！等级有点低呀、啊，人类的腐败不会继续蔓延了。抢 A 果子啊 ！A 果子是吧？啊啊！你走得动吗你？啊，还抢 A 果子？绝望！他甚至都放弃抵抗了。一个绝望，我操，动都动不了一下。太猛了，11-0，我操！我这个 Q 是什么？及格还是优秀还是一般？我这个 Q 叠的。
22分，550。一般，嗯。那我怎么 Q 这么少啊？我一直在 Q 人，完。纯杀，杀指音，我操！被抢龙吧，再来个自然之力，自然之力再补一个护甲装就行了。在吗？再打大，再打小龙，我来啦，宝宝们，我来了，宝。来啦，宝！宝，我来啦！所有东西都将得到神。打龙啊，枯萎，给阿肯直接打，相信寡妇。我先相信你，好吗？别相信你。C 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阿成剑，不要神技能。
龙被抢了，又要拖很久了。是为了在一个傻瓜的黑暗里生我会出手绝望之影降临于此，不用怕啊，妖姬等下交给我啊。又急，你急什么啊？别害我，我先走了，我这血量顶不住了，我还没搭。大带零头各自飞，我先走了。又急啊！一直点拆基地，我都说了不用着急，我会出手的。你看又急啊！会怜悯被溺死的人吗 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挂了枯萎，我从这里跑到这里了，都他都还在，还没怎么动过。开大直接敲基地啊！那我点这么多 Q 就是为了敲基地，我操，这是什么咸鱼发言啊，我要敲人呐。希望是弱者的麻醉药，看我队友呢，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位置不好，这位置不好，敲不到基地，我操！
还真该敲滴滴，我操！没事没事，不会出事的。我买双水晶鞋就好了。韧性拉的不够高，这波真娜连推都推不开我了。放心放心，掩护一下我。跟队友说个抱歉，放心，我肯定也是想赢的啊。只是我想爽一下，再爽一下，虽然已经够爽了这一把，我想再狠狠的爽一下。啊、折磨对面 AD 真的是我特别快乐。哇，好帅的一枪！上，直接上啊，没啥的。你们打，直接打。打！我往这里一站，他们没四五个人根本守不住我的。我先放歌。这边几个人？一二三，三个人。二三四。哎，真不想开大开他的。结束吧，队友也很着急了，就不让他们等太久了。结束吧，结束吧。